Nope. Nope. Nope.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朋友购队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打的是这个布鲁皇，他之前是好像是四颗星的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好像又被官方给拉下来三颗星了。那四颗星我是有自己尝试去打过啊，只是真的打不过，真的太硬了。那我再挑战，怎么来挑战这个三颗星的？那这一次我准备的阵容是五只巨晶怪，再配上一只罗斯雷朵，好。那我们就进入战斗画面吧。那这边就直接进入战斗画面啦。这边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被吃了三秒。对，那我为什么不用那一招呢？就是因为，对，那进入游戏进入战斗之后呢，它就直接显示这场通缉战已经结束啊？什么鬼？这那上面还有时间呢，怎么会结束嘞？这真的太奇怪了。我只能用这个。用这个传统方式，因为我已经重录第三次了，真的有点衰啊这个。然后上面这个大招是吸纳，有点痛。虽然对我来讲是差不多啦，哎呦，再闪一下。你们看能不能再闪一下好了？再闪一下。那这一只差不多就可以归西了，好不好？下一只。还没有欸，超强的啦。好，再送他一发。等一下，没有发到招，被他普攻打死了。哦，我现在才发现他的小招是撒娇欸，这个。哎呦，怎么不是血咬碎嘞 ？OK， 那这边的话，他这边已经是剩下三分之一的血量了。那我还有一半血量，还有。在外带四只宝可梦，哎呦，射尾被击一下，那个有点痛哎，被击一下他的大招有点痛。好，这边也是差不多了，快呀快呀，我可是带了好几只彗星犬啊。OK， 这边再送他最后一发。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，他应该就会被我的普攻打死了。OK， 他这样 ，OK， 他死了。那我们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，刚刚好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奖励吧。哎呦，奖励还算不错了，2000星辰，至少现在有活动中是加倍的状态。OK， 那这边的话，自己试一下，如果说。这个因为捕捉过程有点太长啊，根本就是超梦嘛！你以为是超梦这么难抓是吗？好，那这边就直接快转带过啦。
哇，这边不管我怎么丢，他就怎么逃啊！这太强了吧！你是不是超梦本人啊？我丢什么球你就跑什么、欸，超强的。这边我依旧坚持丢凤梨啊，我不浪费精美的啊，精美是要拿来喂道馆的宝可梦的说。虽然我是很少在喂啦，除非是传说宝可梦。我看一下这边的话，一个、两，哎，怎么又是一样的情形啊？快给我抓到啊！我要赶快结束今天实况啦。这边的话，一个、两个，哦，三个，哦，他终于给你面子了。啊，来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他的 IV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差不多到此结束，各位观众，我是 Brown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